远景科技宣布获超10亿美元战略投资，红杉中国、春华资本等参与。11月1日，中国、资本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宣布战略投资科技集团，规模超过10亿美元，成为近期全球领域最大投资之一。据悉，三家国际投资机构将同远景合力实现零碳技术伙伴目标，帮助全球政府和企业实现碳中和转型，培育科技创新生态，推动绿色工业革命。资料显示，远景科技集团是一家绿色科技公司，业务领域横跨可再生、氢能和储能、动力电池以及智能物联网。